酒醉啊，警察啊，酒醉啊。人行道上，警察骑着巡逻车，紧抓把手，头不断狂点，这是在度孤打瞌睡吗？袁静不断点头，还一度戴着安全帽，直接敲到仪表板，重心不稳，袁静立刻脚撑住地面，差一点就摔车。哎，这人民的保姆。袁静骑车执勤疑似度孤，发生在屏东东港一所国小对面，民众直击拍下，质疑是喝醉酒了吗？啊，被电车有，啊，两分钟哦。袁静狂点头，大约两分钟后就骑车离开。影片抛上网后，网友则是认为警察也是人，没有必要这样吧？同理心到底在哪里呢？国小前执行互同勤务完毕，因为天气炎热，一时身体不适造成晕眩。原来这名袁警一大早就去国小外帮忙交通疏导，但是大热天被晒到头晕，身体不舒服，疑似中暑才会虚弱。休息后已经恢复，只是警察执勤穿制服被放大。警示内心满满无奈。记者张创、王书宏，屏东报道。我是陈志根。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，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，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